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菜单，因为其实现在有人20分钟都还没开始点。薯条真的蛮厉害的，这薯条我有点想吃哎。好好吃哦，餐男，餐男，薯条。看到他那边只吃两根。薯条里面有什么？它有这种薯条，你要吃吗？嗯、先帮你们点，没关系。双倍哦，谁要分？你要吃薯条吗？要不要一起吃？要不要吃啊？那就双倍寸薯，我们四个人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薯条好不好吃？耶、yeah ！你的订单已满哎。你还没丢出去哦，要丢出去。您要丢吗？刚刚订餐的地方。哎，刺猬是谁啊？刺猬是谁点？我点的。你根本丢，全部都没丢出去。你全部都没。刺猬什么吉善鳗鱼？这不是我点的，是你，是你啊！你把丢出去。你现在全部丢出去。你多忙乱。我点这个，我点这个。不是，有多慌乱？我都没点，我只点了你们的。这是真实呈现哦。按订餐哦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刚刚两个的来，有人到了20分钟都还没有吃东西哦。那是哈马真。我们刚刚两个都没点上。而且重点是他来了很多次，他还不会点的话，对，那边那个我吃过两次。刚刚那个，哎，乔伟这86蛮多哎。哦，难用。为什么？你生牛肉。哦，是牛肉。上次是有点小了。可是你刚刚怎么有吃到过？奇怪，我刚不是按送餐吗？因为我那个是比较大的，你怎么会送出去？我刚不是按送餐吗？我按订餐了。所以你还要点别的吗？第二次你 就是那个刺猬啊，刺猬，这个啊，这我点的。刺猬是你的吗？对，是我点的。好，那就是你的。真的，刚刚送餐才有，但怎么第二次就忘记要按送餐才要按？对啊，我记得我按了，我头好痛。你这刺猬也算，你那化学的。昆布还有什么浓的？对啊，你又喜欢的，赶快点这个。对，我要点这个啊。那个肉120哎，美乃滋肉。不是美乃滋的。美乃滋肉看起来不错。那个浓的就不见了。在这里。非常棒。九州在哪里？酱油。哦。看起来不错哎，甜点都很厉害。啊，甜点厉害。但是我没有名字都不知道，又来了，一直吸引你。是，这叫什么？对啊，那个烧肉啊。美乃滋烧肉。烧肉。烧肉，你要告诉我在哪分类？应该是在握寿司里面。握寿司的肉类。肉类，它怎么分的在？是烧品相太多了。鳗鱼来了，先等一下。我的鳗鱼。鳗鱼来了，我的好小哦，是你的吗？好累。好小还是得吃啊。鲑鱼来了。三串。我的。我的两个。这不错哎，这多少钱？60。哦，台湾灯。等一下，你先让我点了。台湾灯的汤有个蟹，台湾灯里面有个螃蟹。没有，它有螃蟹的香，它有螃蟹的味噌汤。对，这个双层。好香，好香。哇，不错。饭一下子就裂掉。最近的吃的好像都没有捏很紧。所以你们要双倍那个什么香酥脆薯在一起吗？你们三个吃好了，我不吃。你们三个分啊，刚好也好分啊。好了，谢谢你的体贴，一颗都不能吃。一根都不能吃，脆薯，一根都不能。你看，我没有肉吃，我说了，我今天你让我看一下，吃的大家吃的超累超累。你刚已经点了一个60块了，是吧？你刚点了一个这个，我还没有来，取消取消。这个他这个握寿司下。是，他是要吃到皱眉头了。六十个。我也有，你帮我那哪一个？都是你的。没有，他一盘我一盘。好，谢谢。都一样的。加肉。好，我先吃一个东西。我觉得等一下，如果你看，那甜点太甜了。对，我至少有东西吃。你们会在寿司店吃甜点吗？我会吃冰淇淋，但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了。哦，刚刚吃了。对啊。他刚圣诞看起来哪里？你的这个吧，有啊，你的气泡饮等一下会来。有我的，什么我的。对啊，什么气泡饮等一下会来。芒果已经有点。
他可能在用。能做。对啊，还在做。他其实点的蛮快的，刚是因为没有送餐。你好了没？换我点了。因为他的那个抹抹茶，那里看起来蛮不错的。不错耶。这抹茶是感觉苦的。抹茶那个多少钱？等下看一下价钱。太贵我也不吃。人又来了，人送饮料。哎，来了，饮料来了。哦，直接送，直接送。哇，他是在前面。有些是直接送。哦，什么？芒果百香果。芒果什么？芒果果酱。都是吧，这种东西。没有真的芒果。他怎么弄那片菜？我是为那个，我是为那个紫苏叶、薄荷叶点的。我跟他要。好弄。我是图片里有个薄荷叶。你要按服务铃了，你到底知道？我帮你按了。完了，我已经按了。对啊，你不是要吗？好吧，好。哎，我以为你真的要哎。好了，我刚刚说没事好了。有了有了，我可以问一下。哎，这个是有个那个薄荷叶是不是？那没有拿到。好，那我帮您补上去。因为我喜欢吃，我为那个叶子点。谢谢。我觉得他会不会在里面喷口水？我说这个鸡排，我为了叶子变，我为了叶子变，喷你的口水啊！这是你的，这是小蟑螂。我为了叶子变，我怎么忘了说了出来？真的会有人这样说啊？我帮你，然后回去就把它夹一下钩，然后放进去。那是你吧？你是店员的话，关注内场。我不要脾气太差了。我图片上有一个透明的，然后放白。这个蛮厚的。你好了没，小姐？我在找那个烧肉啊，找到了。它是在哪一个分类？它是生活秀，是它有米的，它是有。它有四十块的呢，哦，这是。是啊，就是。美乃滋，对啊，这个了，这个主要的强。但是我刚我说我们光研究了半小时。不是，我觉得它快一点。然后我们这个这样好难点。太复杂。智商。而且我。而且我点我好像就忘了。两亿两亿两亿。我好。气烧了。刚刚刚刚抹茶水。没事。没了，就一。没有那么无聊水。那前面那设计的不好，看不懂。哎，这不错，那个。芒果什么？没有叫啊。没有叫啊。不是。不是，我相信你是学员。看一下哈马有什么好吃的，我看人家推。要不然你要赶快吃，那不是。谢谢你的添加。我要先吃东西了。忘记了，你想我，我就是忘记了添加。我早就丢了，丢了，忘了，你那是神是啥？人自烧先加、啊，那我要吃自烧先加。我刚点的有点到吗？我按定餐了。有了，你是没有东西，干嘛录啊？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好笑，标题超萌润。我没有录屁。他有说蟹肉味噌汤。我刚刚有个蟹甲的味噌汤。但是人家怎么点？刚有蟹甲味噌汤，等一下，不要再问我问题，单查。我都点不到，我要的。哦，它芥末蛮辣的，蛮呛的。确认您点了餐之后，请按下点餐确认键。今天薯条蛮好吃的，红色盘子不要注意，不要一个人吃，不会吃的，你们不要被让一个人。第一料两万来宾，送餐方式真的让人不困扰，吃的还要自己订餐，你的肉来了，谢谢。嗯，那你赶快拿，你要让他飞走。谢谢。这上面的是猪五花，你可以帮我点一个茶碗蒸吗？人家说茶碗蒸还不错。副餐。恭喜你们，冰淇淋！我们换换换了，真的搞死人了！因为还不用换人家叫的，哎，怎么我跟人家不太一样？我是不一样，我是三球哎，我点错了是吗？三球是什么？三球是什么耶？嗯，那刚刚他点，刚刚他点是什么？你先帮我点茶碗蒸。三味，三的，那不要走了。没关系。你要什么口味的？
我扇贝超认真，要去搞海鲜。哦，我要扇贝。不敢吃，不要进去。谢谢你们的点餐。哦，他有土瓶蒸哦，那我要喝一个土瓶蒸。再一个。土瓶蒸。你点了，刚刚那个人点了。哦，土瓶蒸哎。他碗蒸点了。啊，他有土瓶蒸。土瓶蒸在。我放人家讲我的土瓶蒸。哎，长碗蒸还有基本60元呢。好呀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给他背走。不要给他走，他赶紧去飞走就好了、啊。你好赶，土瓶蒸在哪里啊？我看，我来看他有什么。哦，哎，我看到一个，好像不错啊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扇贝就扇贝啊。你刚刚讲，像刚刚讲说你点错了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他是看桌上盘子吗？如果没拿，不要拿就好了。没有拿，可以哦。不用拿，刚才那个不是也飞走了吗？对啊，你就不要拿就好。他一直前走，后来没有人拿，我想。他应该蛮多人就飞走了。哎，那个松板出来了。我的。大力贝，板栗贝。哎，那好像是我点的。那你赶快看着那个板栗贝。那个，我自己拿的。哎、欸，他这个还要麦片？这不是麦，是玉米片，苦的吗？玉米片，我家是苦的，可是40元而已。我还没吃，都要吃甜点。汤类吗？哎、欸，打碗蒸来了。够吗？看看敢干，想完才来，赶快拿了那个。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啊，是那个啦，那个。刚刚我提前叫了，会不会梗？我操！这就是评价，你说不要拿吗？这就是他评价，对啊，是什么？对，这就是他评价差的原因，知道？因为很容易拿错。好烫哦！这个如果没拿，你就要被烫死。对。他都全部都可以拿，你做就好了。还有本月推荐，快。哦，是40。这个点餐系统很烂，但它是好吃的啦。我吃了一个炙烧鲜虾，感觉不错。我点了一个炙烧鲜虾，快点。我吃我的。不错哎，量很多。80块。对，那提前先订。什么？菜？这个芒果百香果圣诞，你要多吃啊！你这个你要分了。芒果百香果圣诞，分享。来多吃啊！我觉得他那个最挑食，那40块真的是。我刚刚过瘾点到。你看这感觉不错哎。真的红红的，感觉不错。这是什么？莓果鲑鱼。那么广是好吃的，很好吃吗？那么广，它不是甜的，是苦的，它不是死甜的。你看它颜色就知道。别人送过来那是什么？抹茶，那个是有抹茶两球，好像才两球，然后下面有，那个也蛮好吃的，细的，这个吗？好用很多哦，这种鱼火卷还没来，等一下就来了。里面在手炒，里面可能要发疯。嗯，不要被门刺。特选尾鱼3种60而已。对啊，没有滞销。你有听过这间吧？他们我有听过，但我不会特别为了这个跑来那么。来小区店就可以，来那个小 IKEA 给。你们家最近的 IKEA 呢？就新庄啊，我们开车就到了。新庄，新庄有一间，所以你很少会来这里。我们少来。以前新庄还没有开的时候，你来看演唱会的时候可以来吃。
你会看吗？我是很少，我几乎不看。你这样会吗？有时候来看啊，我去烧仙香，这是什么鸭叫？变鸟叫了。那个是不是？哪一个？这个，快讲啊！是三个，这个自烧的，你自己点走就忘记，我录到。不是，我不知道长怎样，为什么每个都是加进去啊？应该是，这个是最真实的呈现，超惊险。你觉得它长得像吗？可以卷，这个我的，好可怕。连续来了，小心你们错过。连续来了，就是。荧幕充电，这蛮好玩的。这是什么？双板。你们还要给我充电？都已经点都点不够了，充什么电？没电了，没办法点了。放回去。我爸，我想点一个那个灯，现在没办法点，现在充不到电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没办法点。我翻白眼。你帮我点一个那个圣诞，右边甜点那个。对，左边那个芒果彩浆果。对的，对对对。松板猪好吃哎，有智商。你要按订餐就是，现在是。还没电。你那个智齿好吃吗？还要充电才能点。是五花猪，好吃。五花猪哦，那个不错。看起来就有一点油哦。哦。如果你怕那个油的话。还行。没有抹茶没有味道，闻起来没有味道，好吃啊。你看那个是汤吗？它是拉面。看起来不错。豆皮拉面是嘞，这边是汤。蛤蜊汤吗？海瓜子汤。拉面。我刚刚那买小碗。他们台湾那个有面。有些人可能不爱吃生的，他不点的拉面。超可爱。刚刚就说那很怪，一个很爱吃的剩菜。哈哈哈哈哈。很好吃吗？没有，卫生的。自己。我上面的，上面有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也找到上面有。为什么他没有提供湿纸巾？可是你这个湿纸巾是自制的，我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是我刚要的，确实。再给你两片，对，弥补我。那铁火卷是包火腿吗？是火腿吗？对。哦，铁火卷我一直没有去试这个，因为感觉好像料很少，可以吃很饱。那里面是？这是鲑鱼啊，小鲑鱼软吗？有三个吗？没有，就鲑鱼。少少的，三个芒果。今天我们画展那对面那个大楼中仑市场二楼有很多吃的。对啊，你有吃过吗？中国，我们中午去那边吃。我以前在这附近工作。哦，那你吃哪一家？我家牛肉面帮手。南记者，你那是换什么？我家烤肉饭。因为我不是在这一边，我是在点水楼那边，我很少走到对面。哦，点水楼那边。我是在点水楼对面。那个六十块，那个看起来很划算，但是那是我吃的啊，尾鱼三种啊，那我们吃过了啦，六十块。它算超值区吗？为什么也没有纸本，至少让人家看一下全部有什么。不会一直没有电这样子，寿司还没有吃的，寿司还没有吃的，寿司还没有吃的，可是也不会像这样这么的混乱，而且不会那么快没电。上寿司它可以现在可以用手机点，这自然可以拿下来吗？它扫了之后就可以在自己手机。我说不是上寿司，因为最近那个食安它一直爆，我觉得它这个有问题，我就不觉得。真的，以前上寿司都要排队，现在不用。对啊，因为它食安爆了，它是算好吃。料很多哎。对啊，80块。它算比一般的蒸那个大一点，一般的小。那里面很多倍啊，很多倍。算倍的。很烫吗？对。我感觉一小时跟我来不及吃，太赶了。我感觉不会，我觉得它不会。你说我们新来的，我40分钟在研究菜单。对对对。对啊。你的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是点。你是什么？这个点双喜可以点。有啦，那种送出订餐我有看到，因为订餐那个现在是他的什么盘上的。754万来电。哎，这四选三个，够了。没有了。这个我刚才就在推荐里面看，你有一个。好、啊，我们还要去吃台湾的吗？台湾的，另外一间，蛮好玩的。对呀、啊。它没有低消，这种就是很没有低消，我们很喜欢。上次我们去我弟吃饱，
他可能只点一个汤之类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点条鱼100多。对，还有条鱼的五仔鱼，五仔鱼才100块哦，整条鱼烤的。嗯，不忘记。我就喜欢有烤鱼，这家没有烤鱼。这家没有烤鱼。洋葱也有什么烤什么东西，也有比较多那种台式。嗯。洋葱。它价位呢？价位差不多吗？就跟你可能跟你刚等一下带我们去吃的那种，对，那是也有炸牡蛎啊什么有的没有。然后看一下他现在必推什么，还没吃到，不然加个走。我上网看看。我靠，这我从来没有吃。你哥先做功课的，他吃到雷。我说没有，看我们也没有吃到，不然他我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来这家。太复杂了。对啊。我你知道他评价为什么没那么高？我点那个菜单，我都不知道就是哪个在哪里。他至少也要说哪一个菜单分类有点说号的餐会比较好。重点是我点完了，对不对？会忘记，我自己也忘了我到底点什么。你要看那个订单状况。他来就会发出声音，而且会有个照片，他有个照片，对，他会有个照片。你还要一直。对啊，我还要看一下照片。还有一个鲑鱼哦，鲑鱼也来了，两个都来了，鲑鱼也来了，鲑鱼也来了。你看他没有错过，就可能就没拿到了。板子再给我一下。饮料也来了，饮料，谁的饮料？来杯啊，这比较大，这比较大，这比较大。这个，另外一个要小的。还这样呢？要，因为他那个甜点跟我那一样。另外一个小号，对啊，你赚到了。我再看一下，很丑，再看一下。他还没有充饱电哦。我们司机根本像在作战一样，快一点。我们的中越蟹来了，中越蟹是谁点的？军舰。谁有点松叶蟹？没有。怎么看呢？谁看啦？没有人点松叶蟹啊。没有我点的。应该都是他点的，因为有人来了，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主播的？这是说服务员身份有关系吗？他有可能是以前的菜单，以前的菜单会换。普明生应该在面类跟汤类吧？直接问人就好了，我不安人。看一下土瓶生，刚刚就查过了，没有。没有就算了，我再来看别人。欢迎看服务生。不用，还跟他接触。不要再跟他接触，觉得我们很啰嗦，又看不懂，然后又一直笑。有什么问题呢？真的来了。不会吧？一直问题一堆。你问啊，你问。他没有来。没关系，不要来也好。有汤匙吗？在这里，在那块。好累哦，这样吃的我就觉得好像也没饱，然后也不知道在干嘛。那还有下一家，还有下一家。下一家。我们还蛮稳定的。你等一下会吃下一家吗？对啊。真的。哦，你已经，你可以不点东西没关系，下一家。那又不用点。那个吃虾不错哎。那是甜的，不要太难。我知道，我是看多少钱。这也不错啊，柠檬。一只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一只要60，鸡寿司郎一只大概多少钱？赤虾有那个茶碗蒸吗？茶碗蒸不是土瓶蒸现在没有了。谢谢。打破茶碗蒸，大家说现在正在吃的是茶碗蒸。想说翻白眼，白痴啊！茶碗蒸。薄荷叶好吃，它刚上面的薄荷。162000来电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吃另外一家。你可以先留点，对啊。但是就在附近，就在附近。不一样的，好。还有烤鱼的。哪一种的？分布。然后那个红色的是什么？九州风，感觉没有。不知道什么叫九州风味。看，哪是嘛？九州风好像一般，比较浓啊。浓
同一点。很奇怪，他平板一次也不同一个声音，像鸟一下什么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子就也听不懂，就让人家会觉得很乱，是怎样？是不同的音乐代表什么？刚才充了一分两分钟而已就有电了，刚才还是不能点习惯。我觉得饭都一直这样一直掉。如果不太紧张，酱油就变软了。好友感觉没吃饱，你知道吗？好友看不懂菜单，而且这样拍看不出这个到底有多少，你知道吗？草鞋的指甲片，也不指甲片算小，但也没有想象那个图片看起来很大个，对啊。你可以刚刚可以放回去巨男，我都已经用成这样，我刚刚可以不能巨男，试试看有没有新鲜。对啊，这个也不错哎、欸。你刚刚说的那个板栗贝是？这是板栗贝吗？这是起司口味，起司起司起司啊！可是那个是纯炙烧，没有上面没加起司。这个是板栗贝。我到现在叫，不会看那个鸡叫跟鸟叫有什么差别？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，这是不定时的声音。没有，我有好奇。不要闹。不要理我。店员就觉得我们很烦，问的有。刚好后期了，你是消费者，他就是发出声音，就刚好知道就没有鸡叫的。你帮我再加点热水吧，我想喝一下奶茶。隔壁那家什么？我们来第二家就在旁边。我给你们拍一个这个。拍蛋，哇，180哎。我就吃这个而已。他也点一个而已。对啊，我点一个而已。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你妈，你不点鱼哦。我考虑一下，我先看还有什么东西。什么？我考虑一下。看图是我们的。这个不会跑走了，也不会叫了。然后它少一条了。它的芥末颜色有点怪怪的。还是你想吃甜点？我也在想。他如果饿的话，吃一个战斧拉面，战斧猪排。看它的那个味噌汤，40块而已。对啊，刚刚那边60，刚刚那边稍微。小贵，不过而且这比较方便，你看就这样按，哎，那边就飞走了，直接滑。对啊，我就可以知道这到底有。刚那个有时间做问卷问你，要不该去改善一下。不是他分好多，你又看不懂他在分什么，这很直觉。对啊，那系统人员真的很重要。来了，对。哎，你要录吗？我的，这件真的很漂亮。我看一下车子吧。这是什么？很美的，是你剪的吗？对啊。哇，这好美哦，这套250。感谢发票。是豪华八品。光之，好，第二个。夜光的豪华八品。嗯。总共的车位就来了。车会再来啊！等一下有人点车之后，这样250看起来很厉害耶，250一个不到30，你这样算一下，对，一个30而已耶，很便宜耶。别人的车子，这样算一下一个30而已耶，你点一个够了。看一下，哎，那光在那边。光是光里是光在里。心脏才就没。他传给我，传给我。脚很重，赶快好，我手快掉了。拍张照片，拍张照跟假人。好了，看完了，心情就超好。怎么会有果冻啊？那果没有事。这香草肉还是做多了？哇，那个吃香在上面。你这是豪华吗？哦，豪华八品。就是这个，250这个。光的豪华八品。对啊。哇，你中发票跟最近怎么有影响？真的。而且刚刚才中。干嘛？还没拍啊？哦。来了来了。跑很快。你们可以点鱼吧，上次吃过的鱼，我弟说超好吃，不好吃要骂你。好的怎么不好吃？好的你还吃到不好吃？刚吃。他就在一天啊。你要看，吃出来。
都不是你们的。麻辣还不让我吃呢、啊。这是艺术品，要放久一点。好干啊，这看起来还嫩。我想看你录你那个吃。我自己要录，你不要。拍的比拍他爸爸还认真。是我的频道哦 ，sorry， 不要用我的食物，不要用我的食物。两个拍了这样，我们两个一起合作，不是自己做自己频道。吵了，我要拍我吃的话，吃一个这个180。哎，决定了，这样决定。对啊，我这样看看。30多点高价的。不用，你点别的就好了。这我觉得每个人都至少要点的一样，不要这样很闹哭。不是，我是想要吃熟食。上次吃一夜干的，我是幻想。它只有一夜干啊。这个跟这个蛋挺好吃。那不然你就先吃一个蛋挞就好了，你现在应该蛮饱的吧？蛋挞吃过啊，我刚刚没有点的，因为我想吃。这个鲜虾也不错啊，你看3次才60块哎。是不是3只？它看起来很好吃，就这样很好吃哦。就这样的食物是真的好吃，可能有些是它其实没有很贵啦，整体加起来贵，可是它东西真的给蛮多的。这个180块钱6块，它没有人点。没有。我看一下，内容物是一当日鱼鲜哦，这是一当日，不是这个长得像普遍这样，但是应该差不了。每个都要这样写吧？对啊，我的也是写一当日吧，你看看。这180还比烤的贵啊！等一下，我还是喜欢熟食。你们都不想熟食哦？你每次都要生鱼片，都点熟食，这怎么腥味啊？因为我们都怕会那个有那个。我的有写一当日吗？等一下，我的有写。没有，有啊，我的也是有血、欸。那不错啊，那你我觉得应该还不错。你看那个当日这样那么漂亮。那这个差哪里？哦，这个也是，这是鲑鱼为主的，这多少钱？还有干贝。这250啦。这有干贝比较多。应该会有干贝，因为它普遍就有干贝了。嗯。没有干贝会被骂。哎，我的是不是来？来。我的海胆干贝。哎，好美啊！饮料也来了，看看。这个。我们来一下，哇，这八个都是我们的，胖猪，你拿你那边的啊，我的是这个，餐点到了，请取餐。哦，里面还有一个豆腐，哇，都是龟耶，这个爱龟的，爱龟的会发疯，这250，好漂亮，爱龟的，你没有点那椰子的，这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是还可以吃几餐，他的那个饭居酒屋。这边有个铜猴子，整天喝酒的。我这还有附这个，这可以加进去。哎，我也有用。我上次他这个给超多的。公园其实很健康。哎，这是我的隔壁。你的吗？对，因为没有人点。我要来吃我的海胆。哎，这是。啊，那你们点夜班，不要点。哦，那就还好。哇塞，你最近中奖都对自己好。你还吃得下很多？中奖之后。没中奖，中奖之后犹豫很久，中奖之后对自己，因为中奖是不是我的花的钱，就好像天外飞来一笔，政府给你钱，哎，很幸运。华山那边有个专门卖生蚝，一颗250，现开的。进去左边 trio 那个吗？哦，我知道那间红色的那一间，红色招牌。所以你要一口吸，有些人吃到，痛掉。不要跟他讲，有些人吃到那个生蚝吃到腥的，他会说海味，海味什么？还搁到无水酱。鱼子这样，上面有那个隐隐约的鱼子，有任何的海味吗？那很好吃，那比刚才那个，嗯，比刚刚好吃多了，清清凉凉。女生也会吃生蚝会很，我没有那种感觉，我没有病慢高的感觉。女生怎么病慢？没有差。太猛了，等着射明。就是明天可能胸部会变大，真的。胸部蹦硬棒。还有，哎，要不要帮你？哎，我有这个，哎，就是鱼子，黑色的。这是西洋的。人会变好多。这个卖相好。你有在拍吗？没有。小通好像也有这种。哦。这种。这个价位。对啊，然后也有这种品牌，我给他看。因为我家烹饱不能再用火锅。嗯，那个六香鸡白汤拉面150。那你要点吗？
很想点吗？那个战斧轮毂拉面很想点，可是那边没有人，要200人。我发觉这只鱼我有点多点，我吃完这个就很够了。你要不要吃鱼？干嘛啊？直接卖给你。他想要卖我。哦，他是想要卖，我以为他要请你吃。不可能给我的。当然当然是直接卖你原价。太清楚他了。为人。我觉得这个生蚝我可以再来，这180很便宜。真的假的？生蚝达人说话了。因为我去吃生蚝小屋，它的就小小的，可是它是那种法国跟那种就是有品牌的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可是吃起来呢差不多。因为我也不是很懂。口感呢？口感是因为现在冰冰凉凉的很好吃啊。它有冰块是吗？没有，那个没有，那个我等一下给你看。装潢也是跟这个很像。我第一次居然又想点一样。是三重奏吗 ？Trio T R I O。好难猜，真的很多人都想吃一样。你看条冬也是这种风格，跟这个差不多。然后你说的生蚝小屋是叫三重奏吗？不是，就叫生蚝小屋。没有，不知道哎。我比较听好。我发觉我已经饱了。慢慢来。我发觉我吃好快。你们可以外带吗？这个可以外带吗？可以吧。鱼刚现场吃不到，吃一小口就好。你的牡蛎喜欢吃生的、哦？啊？它有烤的。烤的什么东西？牡蛎。但我已经吃一颗了，我不要再吃了。第二颗。他说你喜欢吃生的还是烤的？生的烤的。我都可以。哦。还好吧。8点后不能点，9点后不能点。8点半。8点半，快没了。可是你也吃的差不多了吧？有没有要吃点点？你看，它这个也有炸鸡冻，就是条通我刚才讲的那个，也是有炸鸡冻，也有那种就是比较大的。我现在 YouTube 要拍那个食物细节。我觉得它就看起来很好吃。它的醋饭可能没有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刚才哈马的醋饭也没有很好，也没有很好，很香。因为那个醋饭很容易散掉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那个寿司郎也未必每次都对都会这么吃。就是、要看东西。对啊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加油。吃好就好。是有那个软骨的吗？喷汁，就现炸的。肉皮太嫩，冻花太好看。可是我饱了，不是已经那么多东西了。他已经吃了一只鱼跟那个。它食量很大。哦，那真的吗？好可爱啊，这个。你吃得完吗？欸，这台是 Action， 这台是 GoPro。DJI， 这是 GoPro。不一样。它是 DJI。DJI Action 三。啊，这是标版是什么？这是我知道防水跟防震。那这只呢？我对这个没有研究。变焦相机基本上都是防水的。那这只跟这只哪只比较贵？这是 GoPro。对啊。就对啊，一身。它的比较贵。哦，它有吗？你不是一六？我是加另外组合是一五。你本来原的我家充电的一个大盒子，没有充电的那是1.2亿。哦，这么便宜，是有多够一个那个？GoPro不是有，还是有一直在持续出新的。嗯 ，GoPro 知名度比较高了，这 DJI 是对岸的。那不错。那充电可以100亿也可以充吗？充吗？你不管你假设要充电头，跟台湾那个，它这个好处是我喜欢它的拆卸，很方便。它磁吸的。那这个不能可以充吗？它磁吸的，你看直接粘住，非常紧哦。粘磁吸不会，就直接动不会掉。还有附那个杆子，我杆子是我自己的、哦，它本来就这可以给它这么长，它那个不行。这是我自己的杆子，这杆子它应该完全没附杆子。你可以拉到非常长，它也这样会的。我今天画展的这样，叫人群，叫人群。后面两个人讨厌你。不会，这你上吧。刚叔叔觉得它的。拆卸方便出来，好吃啊！很好吃，这4分钟啊！哎，这个新的，这个山炸青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里是山葵，这里是山葵，你有要叫吗？这里山葵。点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应该是章鱼，这就跟上次那个点心一样哦，芥末。
芥末章鱼啊。是新鲜的肉串，好香啊！闻，好臭啊！好高，天池，在在隔壁吃，好香，嫩黄色，三百二，嫩黄色，三千新鲜，这个炖面。嗯，啊，吃完了光之体，很特别的一家店，下次可以再来吃一次中式。来，今天做总结，今天第一次来吃这个台湾的全角寿司，我觉得它的陈列上面没有这么的吸睛，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的转盘上面的寿司没这么漂亮，可是食物到了我的台面上是漂亮的哦，它很值得点。虽然我今天没有点很多，可是我觉得它还是蛮好吃的。不过它的饭没有说非常扎实，所以我每次在拿这个料的时候，饭跟上面的鱼肉都会分离。所以我这个唯一的小建议，觉得它饭可以再捏紧一点。OK，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吃吃看哦，就在 IKEA， 就在兄弟饭店不远的地方哦。拜拜。它整个环境也是很漂亮。来宾为020号顾客，请入席。